哎，你俩干啥呢？哎呀，回来了。你这城里人都这么闲吗？都不干活吗？我这白白嫩嫩的，出去不晒黑了吗？拉倒你，你还白白嫩嫩，你却黑似的。吃饭了没？没吃呢。那我订外卖，我们一起吃吧。啊，那也行，那行，那我把包送屋去啊。哎呀，饭都来了，对吧？快过来坐这。不行，我这一米八大个放你那里，我坐不下。我瘦。你瘦不瘦的？我屁股大。哈，这有地方，我坐这儿去。嗯，宽敞呢。啊，快吃。啥饭？盖饭。你那是啥？哎呀，真香。哎，我刚才进屋啊，有个惊喜，同志们，我发现了一双大小正合适，而且特别柔软小拖鞋。哈哈。我不看你拖鞋坏了吗？哎，但是我看你那小绿色小拖鞋也挺帅气的呢。你变态呀！你咋骂人呢？你这是？哎，行了，有点事儿啊。那个，你有没有处对象的打算啥的？这么直接吗？我跟你说好了，你掌握好机会，过这村可没这店了。哎呀！哎呀！我吃饱了，你自己吃啊。不是你咋也走了？这生这老些，那我能吃了吗？你这，哎呀，这太满足了，这傻菜，咋了？你为什么刚只问天天不问我？我哪不如他了吗？不是你条件太好了，配不上。哪就配不上呢？张凡，哎，我准备好了。嗯，啥时候处呀？你可不那么急吗？那个，等我一会儿啊，马上给我哥们打电话啊。然后那小伙条件特别好啊。再别说了啊。咋的了？骂人，骂人是不是？没数，他骂我，啥人呢他呀？还得是你呀，琪琪。好了，赶紧进屋去吧，我来收拾。真好。